星星都吵醒，月光摔了很凉快，就是这样回忆起来第一次告白。尴尬的我看爱装得很哲学的你其实很可爱，你说活在明天活在期待，不如活得今天很自在。我说我懂了，会不会太快，未来第一天要展开，可乐加曼陀珠加冰淇淋，爆炸！爆炸带麦头架啦！去了啦！你很搞笑，你很奇怪，你头发很乱，有的时候你也突然为我的事情变得很勇敢。这么说来很不单纯，你陪我看海，还那么赖，我。把你想的有点坏，坏的是我发现不知不觉不见到你不是很习惯，你的眼神里好像也期待，期待不一样的未来。现在是开玩笑不是，还是在让我走进去了。外面有人啊，外面有人，外面有人，先看他猫怎样吧。先看看看猫要怎样。传来优美的旋律，记忆里最美丽最动人的 melody， 展翅高飞尽情遨游，爱上东方蓝色天空，像鸟儿自由是我所追求。夜来临，我要把握时间短不多。Tonight 有黑蒙蒙的天空，想来个蹦蹦。Tonight oh oh。Boom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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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a boom boom like a boom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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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like a boom。买最比家乡贵，把握机会鬼如流水，我的 bling bling 跟着超级配，这块放松变得一太多，努力工作为了好生活，我的 play hard 我都这样过 all night long all night long， 来一人把它高分配，环境的氛围我来准备，我在忙碌中找机会，要忙里偷闲才有感觉，你说快乐要寻找 baby， 干掉烦恼就说做个 ending， 在这大地脚踏上去，这地气我们来个 move， 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，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，每天生活紧绷，明天不用工作，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蹦蹦蹦蹦蹦。今夜将往事干杯，给一个机会，不愉快我借题发挥。
社会，从来没有一天可以休息，逮到机会之后放到爽才回去，放下忙碌工作此刻毫无压力，给自己打气，明日生活还要继续。我是 GQ 几百度喝下这一口，我却烦恼忧愁，从这而后我的人生不再如此盲目，我的哥们都在难忘问找几个好朋友一起出门挥霍，今晚我需要来个蹦蹦，每天生活紧绷，明天不用工作，现在我想要来个蹦蹦。心却还流通，当我们一起走过这些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，也知道我们并不会退缩，狂奔的念头不曾停止温柔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，哦，我在旷野漂流，漂流的尽头就是你爱的宽容，你曾有过风雨过后的沉重，心头陌路的口，但心却还流通。那些伤痛的时候，抱着碎裂的心继续下一个梦，一直到将来我们都成熟，就不再困惑生命有多少过错，
面数字是多少。这四天没有什么想说的，东西收好，妈的！不要把东西留给我们来收，好不好？有没有哪一个人的做的最好，让你们最印象深刻啊？我先好，生没有，是不是生父？李佳瑜很棒，就是对，真的太带的太认真了啊。队服也都很棒，队服都很棒，队服都很棒。那红红呢？嗯，表扬财经学妹曾永慈啊，所有课程组的都棒棒的，赞。四位神父，这四天下来有什么想说的吗？我的便当很好吃吧？我很用心在找哎。谢谢大家对我们肯定，每个都是这么捧场。这样还是有声音，多吃点，多吃点。那四位，这三位神父蹲在垃圾桶旁边有什么意义吗？可怜啊，我每天都跟他同病相怜啊，每天都跟他朝夕相处哎，现在跟他有感情。那有什么想要特别表扬的吗？表扬的吗？很谢谢那些每次都帮我们清便当跟清早餐的人哦。尤其是那谁，余医生，每次都吃两份。那余荣呢？就大家都会照我们说的那些方式排好的，还蛮感谢，比较好吃。那最后一位该进垃圾桶的身份。没有。好，拜拜。那这天下来。你们两个会长有没有什么想说的？我觉得很棒。我觉得要感谢的人真的太多，真的太多了，真的很多。对，所以我觉得我们把它浓缩成五秒钟。对，来，大家都棒，都棒。哦，那你们有没有想要特别称赞的人？特别称赞，我觉得这个应对下来要称赞的人。真的太多，对，真的太多。还是我们就把称赞浓缩成五秒钟。没错，我觉得大家都夸大的夸张。好，那就这样，拜拜。总招大人，这四天下来有什么想说的吗？稍微听一下。辛苦哎，我想做都会不会过完？好难哦，真的。我们家。我觉得就是希望你们各位能够借由这次反复，就是能获得一些成长。对，就大家能够一起齐心努力办完一个活动，真的非常感谢你们。然后希望你们能够继续延续这份感动，继续走下去。那这四天下来有没有什么让你比较感动的事情，有想要表扬的人？想表扬的人，
可不可以这个问题卡掉？想要感谢的哦，对，有限定是0809吗？没有没有，主要话应该还是浩廷啊，因为虽然当初分工讲的还蛮简略的，但是其实他真的都很完美的帮我补足了逆外传我没有做到的部分。那你这天下有没有想要靠背的东西？想要靠背的东西哦。对啊，这四天。嗯。哇，我是真的想不到。好。变成两部悲伤的电影，为什么你也带我走过最难忘的旅行，然后留下最痛的纪念品？消息，最怕此生已经结束。